现在呀、啊，已经是2023年的7月下旬了啊，也是二伏了啊。今天我听说啊，这个在我们的西陵啊一个小区啊，叫做银泰海景花园啊，也是美丽的樱花小区啊。这个社区将在这里呢，要搞一个活动啊，搞一个这是唱歌还是练歌还是搞不清楚啊，我过来看一看吧。这些都是樱花啊，这樱花现在这个已经是没有花了啊，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叶子挺好看啊，这个都发红啊。他们的活动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社区啊小区的中心啊，在物业前面有一个业主活动中心啊，咱们过来看一看。我前面啊正对着的就是啊咱们银滩著名的两座山之一吧，叫做藏龙山啊，另一座呢叫多福山，已经成为景区了啊。但我更喜欢的是藏龙山啊。现在说在这里，再过来看一眼吧啊。这是它的物业，银滩海景花园。这边还有一个房车。这里有老师在讲课。我们凡是唱过的两本书中间的歌，来一个全面的过一过总复习。老师好。你好。好，星期五呢连排节目的，我们就把星期一啊那天演出的，我给大家排个节目单，每个同志呢要唱些什么歌，哪个节目有你，哪个节目没有你，我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叫做生产计划，是吧？在工厂里叫生产计划。好，这一来呢我们就有目的的排练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尽量的不缺课啊。要想出去旅游的你去旅游，要想有个人事情的你可以去有事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没啥事就来啊，我们总保持着呢有这么多同志，我们就能够呢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。好，下面开始上课，同志们大家上午好。好，我们开始还是发生练习啊，呼吸就过来啊，呼吸就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，因为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我先那个问一下。哎，老师，您是，我听说您是哪个老年大学的老师是吧？武汉市的老年大学的。武汉市老年大学的。哎，是咱们银泰的业主吗？是业主。是这业主。是银泰的是吧？银泰的业主。这开个课给老师，给咱们那个爱好音乐的。是的，我这是一个正儿八经叫音乐小课堂。啊，音乐小课堂。每个星期。三次，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上午8:30到10:00。哦，我们有教材的，哦，有教案的，正儿八经的教师，老年大学，是吧？哎，我们是按照课在上。哦，这已经多少天了？多少天？去年了，啊？从去年开始。去年就开始了。我还以为刚开始呢。每一年夏天。网友给我留言说是有老师在讲课，然后过来看看。我说我扎一头吧。啊，怎么老师讲了以后你们收获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正规，非常正规啊。嗯，看老师是有功底的，专业啊，得了很多奖的，武汉市音乐学院毕业的老师啊，老音乐学院的老老师了，对，音乐学院的老老师，老教授应该是啊，然后是教授是吧？全国音乐家学会的会员哦，那是音乐家，那国家级的，这是。您应该是我们的蜀大王啊，对，是的，对对对，啊，哪，非常好啊，三三三四一
会演自己演。哦，会演七月三十一号是吧？有一个总的汇报。哦，是一个七中的。哦，有多少人呢？我们20个人左右。啊，20来个人啊，咱有大部分女学员，还有男学员。各位好啊，对。行，你继续教课吧啊，我就不打扰大家了，我就听听你们继续教课啊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武汉大学老教授来给大家讲课。你们还有福气啊，咱小区里还有这么有专业水准的老师啊，来给大家。对，所以我很珍惜。很珍惜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。行，那就不打扰大家了啊。对，老师给你讲课了。准备起。我想，哎，我插句话，老师，如果有别的小区的音乐爱好者想来学习的话，你们能？这有啊，也有别的小区的啊。哦，真好。我给你留的言。啊，你给我留的言啊，好好，谢谢谢。那是鼠大王。啊，对，哦，我听说还是义务的，免费的。免费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老师觉悟很高。负责提供教材。啊。我们教材都不要钱。啊，教材都不要钱。教材不要钱。啊。那有一位那个。小马先生呢？小马先生给印来的啊，辛辛苦苦啊，啊，那老师给印的，啊，您是自己掏钱给大家印的？哦，不是我自己掏钱啊，这么大一本不要钱，这么大一本都不要钱啊，哦，行，你们继续啊，这么好的事儿。刚才我是外面采访啊，听你们在唱歌，所以我又进来再补个镜头。